迎收看《给你点上新灯》。今天适逢莲花童子佛诞，所以我们节目前面特别为您整理了一些莲生活佛卢盛彦70岁以来的一些文集精华，作为贺寿礼物。亲爱的朋友，卢师尊写作一生，不管今年是几岁，他的写作从不懈怠。可是师尊的著作到底您看过多少呢？有很多浪花，大风大浪后仍然是海，佛心是海，人间是波浪，你我在人间流浪，最终又回到岸上，求一求啊！
那我就向药师经跟三姑祖，也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跟世界观音跟金刚所菩萨做了15个大拜。
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入梦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。
观众，世间要找到真正有成就的活佛，难之又难。莲花童子诞辰即将到临，欢迎您多持咒回向，请佛住世，祈愿师佛佛体安康，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。各道场的祝寿活动，请您参考《真佛报》，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各位观众，为了庆贺莲花童子佛诞，并且请佛住世，6月15日彩虹雷藏寺将盛大举办长寿三尊、长寿佛、尊胜佛母、白度母的护摩大法会，欢迎您把握殊胜法缘，收看网络直播，详情请电0492312992。